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音乐小石榴。其实之前的很多歌曲都是非常的好听，他自从一首认真的学火了后，迅速的走进了大家的视野当中。他所创作的每一首歌曲基本都是当代年轻人朗朗上口的歌曲。那么今天我就来为大家介绍几首薛之谦的歌曲吧。木偶人，歌曲发行于2019年，由薛之谦进行演唱，歌曲收录于薛之谦的专辑《尘》。这首歌曲描绘了漂浮在风中的木偶心。请专情的故人，把眉眼留给最爱的人。看过小小的人，为世人的恶习在隐忍。你每一度懂课本，可是人硬要碰。看感情里的人，用肉眼分出三六九等。再配合些掌声，看上去全都忠心耿耿。谁定的烂台本，可当代都在跟气氛已麻木不仁。所以当我们都变成木偶人，你何苦再做一个痴情人？表忠贞，文字叙述公正，配上廉价伤痕，你还会哭多感人。让我们都变成木偶人，在风起真爱几次后就不会疼，取出电击功能，才遇到你是像个陌生人。慢半拍，歌曲发行于2019年，由薛之谦进行演唱，歌曲收录于薛之谦的专辑《尘》。这首歌曲诠释了通透却不通常的人生姿态。最过往的自己尽管离，从此在上海我也没关系，接受过蚂蚁，簇拥过华丽，谁还敢逃避？浓妆艳抹是我的心意，献给时代审美统一和人潮一起，偶尔还越级，随便找个主题。我们模仿慢半拍的芭比，我们移动慢半拍的身体，慢吞吃随性你，这算不上滑稽，反正这世界早已那么差强人意，所以我们要忍让慢半拍的情敌，无视他们慢半拍的游戏，这年头谁挑剔，反正一片狼藉，我没兴趣和你讲大道理。我们今天的歌曲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我们，每期都会为大家分享好。